诚意喊你沐浴在阳光下了，诚意商业价值飙升，携手高姿展现防晒多面精彩。大波奇娱乐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近日演员诚意再度成为娱乐圈的焦点，他成功签约成为高姿全球品牌代言人防晒系列。这一消息不仅彰显了诚意日益攀升的商业价值，也预示着他在演艺事业上的新篇章。诚意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和认可，成为了品牌方的理想选择。诚意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，在荧幕上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，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，他都能够凭藉精湛的演技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赢得观众的喝彩。正是这样的表演实力，让诚意累积了庞大且稳定的粉丝群，商业价值也随之水涨船高。高姿作为知名护肤品牌，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，选择诚意作为防晒系列的代言人，无疑是看中了他在年轻消费者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。诚意阳光健康的形象与防晒产品的特性相得益彰，他的加入将为高姿品牌注入新的活力与魅力。诚意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，背后也是他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与付出。在演艺事业上，诚意始终保持住敬业与专注的态度，不断挑战自我，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准。他对于每个角色都倾注了心血，力求呈现出最完美的表演效果。正是这样的努力和坚持，让诚意在演艺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。除了演艺事业，诚意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。他关注社会热点，关心弱势群体，用实际行动实践社会责任。这样的正能量形象也让诚意赢得了更多人的爱与支持。身为高姿防晒系列的代言人，诚意将与品牌一起开启防晒的多元精彩。防晒不仅是保护肌肤不受紫外线伤害的手段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时尚追求。诚意将以自己的阳光形象和时尚品味，为防晒产品注入新的活力与魅力，引领消费者追求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。在未来的合作中，我们期待看到诚意与高姿品牌共同打造更多精彩的防晒产品，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。同时我们也期待诚意在演艺事业上继续发光发热，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。诚意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演员，其商业价值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随着他不断在演艺事业上的突破和发展，以及更多品牌合作的加持，相信他的商业价值还会继续攀升。在未来，我们期待看到诚意在更多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，无论是影视、综艺或商业代言，都能够展现出他的多面精彩。同时，我们也期待他能持续保持敬业和专注的态度，不断挑战自我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。总之，诚意作为高姿防晒系列的代言人，不仅展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与个人魅力，也为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魅力。相信在未来的合作中，诚意将继续为品牌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，同时也将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。欢迎在大波奇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谢谢您的观赏。